皮很快，而且很大，大的有鸡蛋那么大，持续了差不多。昆明方舟天地的业主，我们呢今年2024年3月25号入住的，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利用茶花山的电梯间、工作间，还有呢这边的大厅，就是搭起帐篷，这就是我们搭的帐篷，每个人一个小帐篷，一二三，你看这边。还有这边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是也是我们带的帐篷啊，这是一家人带的帐篷，然后呢，这个小钢丝床也是我们带的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是挡风的那边门帘，我们就住在这里，有时候天气热了，一个人也可以睡这里，我们呢，你看就睡这里。那你住在哪儿啊？我呢就住在这个小工作间里，一个人刚好够摆下一个帐篷，晚上就睡在这里了。没有电，没有电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住的，我们的业主很多的业，我们的住进来的业主，看都在这里用的。你看，这个是上面淋下来的雨水，我们自己来节省的来用，拿来洗擦洗衣服，这个水就是
做饭呢，我们就自己吧，在这里做，很简陋的。我们做饭在这里很简陋。提水呢，我们都是，因为年纪大了吧，六七十岁，很多人都到看对面那个湖里面，都是提着这种小桶，到湖里面去提水去。那这水能喝吗？这个水呢，我们提来呢是把它洗菜的、洗衣服的，不敢喝。我们就去买这种灯来，然后呢到外面，比如说什么沃尔玛呀、公共厕所啊，去偷人家的电，然后呢插上去，然后呢挂上去，然后呢充一下电来晚上自己用。那你住了多长时间了呀？从3月25号到现在。住了五个月了。你能给我们看一下你买的楼房吗？我买的楼房就是这一栋的20楼，就是这里。那你可以拍一下，这两栋楼已经竣工了，但是呢，已经封顶了，但是呢，还是。不给我们进来，我们自己说是自己挤点资装两部电梯进去，他们也不给装。现在就是没水没电。这样，我们都是接着雨水来用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接着雨水来用，你看那边的雨水，看这边我们没水没电。像这段时间呢，下雨呢，就是接这个雨，接雨水来，洗手，洗脸，甚至洗脚，都用这个来用。除了喝以外，其他都用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条件很艰苦的。我们的买房的业主，大部分人都是。退休的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居多。你花了多少钱？我总的花了30多万。这里的房子呢，就是说很多老人都是有的30多万，有的呢50多万、60万。基本上都是我们毕生的积蓄。我们就贴了两个对联，看到没有？那边贴了一个，这边贴了一个，但我们没贴在门上，什么意思？没有门，现在我们是投诉无门了。那边有一个，你看，没有门，真的，我们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复工，让我们自己。尽快的住上房子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。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
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